龙须果吧，龙须果啦，龙须果怎么跟那个百香果那么像啊？龙须果怎么跟百香果那么像呢？百香果是开这种花，西番莲的是开这种花，三角莲的是开这种花。这是果实哦，哎呀，西番莲怎么很像那个百香果呢？不是，这叫龙须果，龙须果。西番莲是那个百香果，百香果是这样一粒呀。花也是这种花，很漂亮的，要像徽章的花。你看好漂亮啊！这叫龙须果，怎么跟西番莲、跟那个、跟百香果、跟那个三角莲的花都相似的？